ありませんか。影だ。勝負はやってみなければわからない。すいません。適当にパスもらえません。Hey yo, what's up? 大家好，我是佑哥。今天这场啊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，但是我是觉得好玩，所以我就泼上来给你们看看呢。今天这场呢是我用黑执配上紫源，还有一个队友是黄赖呀。那我们就来看看那个对方的阵容啊，对方是火神、高伟还有水雾布。我是觉得这个阵容有一点好像不是很对将啦。除非这个高伟是比较有氪金啊，可以很快的开到尊严。不然的话我觉得这个阵容基本上没戏没戏。好，我们现在马上来进入这场比赛，看一看是怎样的呢。首先是紫源跟水雾布跳球，会是谁的球呢？好，没有想到是水雾布拿下这个球。这时候高伟一个突破传给水雾布，就可以传给火神，我捞了一下没有捞到，然后高伟一个一段上篮。不怪队友不怪队友，因为可能刚开始还没有睡醒还没有睡醒，这个紫源还很累啊。这是我一个高速传球传给紫源，再来一个空接被火神盖了下来。当自久被盖下来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火神会不会很推盖紫源呢？但其实好像也没有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下去。这时候高伟被我装停，一个一段二段又轻松上来。喂，第二球了，第二球了，紫源快醒哦醒哦，篮球很好玩的嘞。好，接着我放进攻，我持球一下子想要传给紫源，所以我控制了一下，不小心传到给黄赖。不是不小心，黄赖也是我的队友，我先要跟这场的黄赖说声对不起啊！我跟紫源玩的有点嗨，所以没有传球给他，大部分都是传给紫源。好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又到我们进攻了。我传给紫源后，紫源传回给我，再一个高速传球传回给他，就我们来一个空接背扣，双臂暴扣。现在的比分6-6。过了30多秒，好，这是高伟再传出去。这个水雾布是干嘛？当机了吗？不对哦，这时候火神突然间一个背扣拿下这个2分，又到我方进攻。被这样处理之前，我让黄来一个突破拜佛，一段灌篮被盖了下来，马上捡下这个地板球，再传给紫源一个背扣，把水雾布撞到去东边了，好惨啊这个水雾布啊。基本上我最近就很爱玩这个黑子啊，我就觉得挺好玩的，挺好玩的。好，这是我一个诱导术，马上抢起这个地板球，传给紫源一个单臂暴扣，看到吗？看到吗？就是好玩在这里啊！就是那个球一跌的时候，我就很喜欢去捡地板球，感觉就一直可以给队友创造这个进攻机会，我就很开心，很开心。所以最近我爱上玩这个黑子，其实本身我就蛮喜欢黑子这个角色啊，就是在原作里面，我看到这个我弱小的身躯吗？把火神盖了下来，好，其实也是他有点紧张，不知道要干嘛了。好，现在我们继续看我的比赛。我传球给紫源，再拿到球，再传球给紫源。这个紫源在干嘛？在干嘛？所以我就突然间自己投了一个球，被干扰没有进。这时候我开诱导术，这个诱导术你们看好哦，其实是我想要触发那个被动接球，所以我在他们传球路线上开了诱导术。然后现在我方又进攻10-10，我传球给黄来，黄来一个突破加二段上篮，篮筐弹了出来。我再拿到这个球，其实这里我可以拿2分，但是我没有，传给紫源被盖了过后，马上捡下这个地板球，紫源不要放弃啊！再被盖，再传给紫源，紫源不要放弃，18秒回避，啊，被盖烂了，好惨好惨。这个时候我就想，没事，我们继续用回我们的战术。然后这时候火神一个突破，再传给高伟，会讲出一支球呢，一段两段，紫源盖了下来。然后这时候紫源传给我，再传给紫源。紫源没有空接，空接来要空接背扣，又灌下这2分呢、啊，这是好爽啊，好爽啊！一直传就给队友空接，灌篮。然后这时候火神突然间来一个灌篮，我一个诱导术马上抢这个地板球，传给紫源，会将注意之球呢被盖下了，马上再捡起这个地板球，再传给紫源空接，马上再去抢了这个地板球，再传给紫源空接。总之我就是一直跑，抢这个地板球再传球，抢这个地板球再传球，真的是好爽。这时候紫源盖下了高伟，我又拿着球，紫源会将出离呢，双臂暴扣球弹了出来，紫源不要放弃啊，继续灌爆好家的篮啊，灌到这个篮筐跌下来为止啊。然后这时候火神会将出离呢，一个大招我能盖下来吗？没有啊，可惜了，我以为我这个小小的身躯可以创造什么精彩的画面。然后这时候紫源传球给我，我再传给紫源，没有成功背扣，哎，突然间一个双臂暴扣也是不错。
没有人盖下来啊，所以我就马上跟队友说一个开心的 emoji。 好，这时候高维的二段被盖了下来，黄赖马上解下这个地板球，我一个魔法传球传给紫云一个背扣，哇，这球真的是有点帅啊，这个魔法传球是有点东西啊。好，这时候火神一个突破会将注意这一球呢，高维拿下这个球，突然间一个两分投篮啊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我已经在篮底准备捡球了然后这个时候对方就已经投降了。嗯，先抛开这场有没有强度啦，基本上是好像没有什么有了，纯粹是觉得很好玩，我就觉得真的是挺好玩的。来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战绩，我有8个助攻，6个地板球，1个主攻，1个截球，还算不错还算不错。这个紫源就拿了14分，冠人应该有7颗球吧，4个火锅。嗯，其他数据就不用看了，这个黄赖真的是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我不是不想传球给你，只是我传球给紫源有一个很好玩的感觉，所以就不停的传球给紫源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就大概到这里啊，希望有娱乐到你们，希望有让你们看到觉得好玩。再多几天1月24号台服的黑子篮球就要上线了，到时候有机会的话我们再一起打排位啦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是这样啦，其实是给你们看个娱乐就好，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可以点个赞，然后 share 出去，我们下一个影片见吧，塞哟，来来来啊，对啊，如果你们想要看更多黑子的视频的话可以在底下留言，这样子如果你们想要看的话我就做多点黑子的视频啊，毕竟我最近蛮常玩黑子的哈，拜拜。